菊池市长，还有菊池议长，还有龙乡丁丁长，还有议长，还有萨摩丁长、萨摩议长，还有各位嘉宾，大家午安，大家好。江頭市長、水上議長、武田町長、平岡議長、上野町長、宮野脇議長、および、参加する皆様、こんにちは。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宜兰市受邀到日本签署本次的国际交流促进备忘录。今日は宜兰市